为了照顾社区的中者，培养乡良品餐饮有限公司对一个月开始，将提供食材给复兴甲保养的社区关怀据点共餐使用。今仔日早起举办观众仪式，良乡的乡长拢特别前来接受观众，并且回送感谢状，感谢梁董事长的爱心。企业观众实在和社区共餐使用，乡长是特别致敬感谢状来感谢因的爱心。啊，这回呢，啊，咱的也梁董事长呢，见证我们这些鱼，啊，非常感谢咱吼良品公司吼，事业有成，回馈乡里，啊，非常感谢咱的梁董事长吼，对我们福清乡所有的啊老人共餐吼的照顾。福清乡主地梁成耀公司设立保险，为了要回馈家乡，并且照顾社区的长者，伊的公司将对一个月开始提供实在和福清甲保险的社区关怀据点共餐使用。希望减轻社区的负担，嘛为中家加菜。初期是以海产类、海鲜类为主，那我们每半年检讨一次，六个月以后，哈，如果说这些品项，哈，我们长者来使用的话，哈，不是很方便，哈，那我们可以改换成他们需要的物资，哈，比如说啦，油啦、干货啦，甚至说我们，哈。在乡下有在冬季有在滞销的这些农产品，我们都可以统一大量来采购，来做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捐赠。福兴甲保养乡长拢特别出席关键仪式，感谢企业的爱心，无私为地方付出。福兴人嘛，然后在你们社场嘛，然后希望回馈在地的乡亲，然后就是每个月固定捐赠一份，就是海产还是看我们需要什么就捐什么，这样给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长辈使用，这样非常非常感谢他。这样梁成耀表示，是在以关怀据点的数量来分配，保证达到为福兴50箱，保养35箱，未来据点若是增加，公司也跟公所来讨论调整。新中华新闻蔡良清报道，彩虹报道。